高雄港土地开发公司沈总经理，各位校长，高雄市殡仪处曾处长，教育局军训室韩主任，台南市联络处韩副督导，各位贵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以及在场的所有的海军同仁，还有我们所有的来宾、家长、社会大众，欢迎大家来到高雄。今天非常高兴，今天到高雄市蓬莱码头主持第三届的全国高级中等学校一队竞赛南区初赛。首先代表海军全体官兵，感谢台南一中、台南女中、嘉许高中、新化高中、曾文农工、南光高中、港明高中、高雄高中、励志高中、屏东高中及恒春工商等各校师长及同学们的热情参与，让活动能够精彩可期。也感谢台湾港务公司提供良好的场地，让竞赛队伍有完美的舞台呈现他们精湛的表演。一队就是象征的荣誉，是追求守护者的首要目标。荣誉的成就来自纪律、团结、责任等价值观的实践。一队讲究的不仅是个人的枪法技巧，更注重团队的整体性。今日的一队竞赛，同学们不仅要秀出超强技巧与创意，更要用团队默契与整齐度向评审、向观众展现荣誉、纪律、团结。这就是一队人最引以为傲的，也最为人称道的精神与训练。今天的活动除了 来自南部地区11所高中的学校一队竞赛外，我们也安排了海军的一队、256战队的战鼓队、27征收大队的武术表演，另外也设置了人才招募以及全民国防互动体验的摊位，让各位民众同学们除了可以欣赏精彩的比赛外，对国防事务也能够更多的关心与体认，进而在行动上关心国防、支持国防。我们海军有2支一队，一支是海军一队，一支是陆战队一队。我们这2支一队分别在不同的年度会出国，随着敦睦支队出国访问。今年是我们陆战队一队去3个国家访问，明年就是海军一队，我们会做整体的规划。我们也欢迎所有的高中参与的同学们加入海军，加入海军的一队。最后再次感谢各位的莅临，希望今天的活动能带给大家充实美好的一天，也预祝今天的竞赛圆满顺利。谢谢大家。